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学习秒杀流。在这里停住，放出修化阵白目阵人，开始掷弹药，荣光贝利丸，巨增伏虎丸，伏虎丸，喝一口酒延长薄喉时间，放出毛喉，接着快速连续喝七口酒，增加法力值。后续法力达到上限了，可以继续使用镜子诀。精魄换成蛇骨头，上星宝葫芦换成妙仙葫芦，再喝一口酒，法力回满，同时进入战场，使用镜子诀。最后再吃加味善事丸，注意不要掉血，不要打眼，见证奇异的时刻到了。这里好像是个 bug， 就剩一滴血了。在这里停住，后续步骤跟前面基本一样，手速越快越好。有的 boss 不需要放出修华阵，有的 boss 不需要更换精魄。精魄的更换方案是蛇骨头，用来增加攻击力，大家是情况而定。在这里停住，后续步骤跟前面基本一样。什么是轮椅打法？什么无伤石火禁之流？什么桂花导弹扇子流？我只爱一桂秒煞流。刚杀了一个，怎么又来一个？
最后简单说下修行根器披挂的搭配，兵器选天龙棍，法宝绣花针，精魄百目真人，头冠长锥镰，衣甲锁子黄金甲，臂甲金身护臂，腿甲金身护腿，真丸月玉兔日金乌白背腰链金牛，葫芦上清宝葫芦妙仙葫芦，仙酿龙膏，炮制药材龟类灵台药苗胡舍利十二重楼胶，奇术禁之法，毫毛身外身法，变化猴子，根器大家浏览一下，一看就明白。谢谢观看。